左腿，左上腿，痛，左上腿痛，刚原来我们说到那个拜登了，半截，这个扎自己的腿啊，现在，第三，石头，第四块石头，第六块石头，都砸向自己，同时砸向民主党，同时砸向民主党，最后。最后，接下来几个月，最后把自己给搞死了啊！投机啊，最后是会清算的啊！你那个偷盗投机啊，能成也就成一次，想成第二次、第三次那是不可能的啊！本质究竟了啊，那是不可能的啊！因为一个大石头砸下来那个牛身啊，一个大石头啊砸到那边啊，把他也砸了一个半死。就把他砸了个半死不活基本上就这个状况再见，再见。